家好，我是汤凯蒂，旧金山日落区市议员。我今天想让大家知道，我们日落区有两个活动在九月份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来参加。在星期六，九月十六号，在 Irving 街，我们日落区会有一个日落区的中秋节街会，在二十三街跟 Irving， 在 Walgreens 的 parking lot， 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表演。那希望你可以都来参加。还有就是在九月二十三号，也是星期六，我们有我们第二十三年的 Sunset Community Festival。我们是在 West Sunset Playground， 在 Ortega 街跟三十九街，很多家庭都会来参加每一年。希望你们都可以来，你可以带小孩子来吃东西、买东西，或者就是跟别的弱区的 family 在一起。所以希望你们都可以来参加。中秋节的 festival 街会是九月十六号，从早上十点钟到下午三点钟。然后 Sunset Community Festival 在九月二十三号是十一点钟早上到四点钟。我们的 Sunset Community Festival 是在九月二十三号，从十一点钟早上到四点钟下午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些活动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。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15-554-7460，电话号码是415-554-7460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汤凯蒂，日落区市议员。